大家圣诞快乐哦！好，看小朋友有没有精神，来，一二三，祝大家圣诞快乐！掌声鼓励，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永康商圈的理事长致赠一个一面锦旗给我们的厚德国小陈主任，非常感谢。 非常谢谢永康商圈理事长对我们厚德国小的厚爱，谢谢。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这边哦。我想，厚德国小马英发乐团的成立真的相当的不容易。虽然小朋友你看他们很小，只学了大概有的只学了不到半年吧，然后最大的也才学了一年又四五个月。 可是他们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也非常谢谢各位爸爸妈妈一路上这么支持他们。我想有你们的支持，孩子的努力表现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呈现。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的叶老师，非常厉害的叶老师，非常能够指导小朋友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都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台北儿童青少年马英发乐团。 将来能够有机会让孩子有更多、更丰富的学习的过程。那首先，我们就请叶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四首乐曲。好，各位现场的嘉宾，还有各位家长，大家午安。今天呢，真的很高兴哦，我们厚德国小的马英发乐团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 共同度过这个圣诞节。那还好，今天呢天气好像没有那么冷了。可是呢，如果让他们在上面站太久，他们一样会冷起来。可是呢，他们只要拿了棒子开始敲之后，就不太会冷，是不是？好，所以呢，很快了，他们呢要帮大家带来第一个曲目。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应景的曲目，就是 Merry Christmas。 那这个曲目呢，他们把它稍微改编，所以大家在里头可以听到一点点爵士的味道，然后还有一点 rap 的味道，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圣诞节的乐曲。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小朋友真的非常小，他们真的就只学了半年，就这个学期。那我们就很期待他们今天的表现。所以现在呢，请他们带来第一个曲子 ，Merry Christmas。 Thank you.
小朋友，他们大概学了一年左右。但今年呢，他们代表学校去参加新北市的音乐比赛。这首曲子呢，听起来没有像刚才那么热闹，可是呢，它有非常强烈的西班牙的味道在里面。这是一首西班牙舞曲。现在呢，我们就来欢迎他们带来这一首《玛丽瓜纳》。Thank you.